在里面吗？没有，我现在都没穿。哦，真的、哦？对啊。那我看到了。我看到另外一个 James 大概。我以为你还在里面。我就是有那些最高的选手。哦哦。啊，对啊，不知道谁设定什么，你还有出来弄啊？对啊，里面才是最棒的地方。等一下有一个实习生会来主持，但是为什么他还没来？哦，你剪报有上传吗？有，我来，我这里啊，对啊 ，OK， 没问题。然后有 slide。主持会帮你讲 slide 的部分。哦，你是有 link 啊。因为我早上想到有可能会有那种什么连接头，我虽然我也带 notebook 来了，对啊。我想，然后如果他，你们不是讲说用他桌机，就是比较 close 的。官方是这样子。对啊。我也相信学校。早上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就是也可以。但可能怕自己有的问题。他刚刚录影，是接自己的电脑的话录影。他们这台有在录，一直都在录。那我如果接这个就可以录，也会录到。就是他要把荧幕调成，他是固定在录右边的这个。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变 mirror， 然后你要把它变 mirror。好啊。等下再。我们早上已经在 G D G 那边已经弄了个早上。GG 是 Google， 所以金萱在那边啊，周金萱，或者是一个女生，年轻的，英文名字叫什么？算没有记住。对啊，英文名字好像就是金萱。因为 Google 那边怎么会做？嗨嗨。给我看哦，好。要说买什么？我以为是说要。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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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好。我们跟 Rock 他们熟了 ，OK。那 cosplay 的。无所谓，无所谓。我连我都要花钱买。我们最近。啊，我以前都不用花钱。嗨。Hello。不会啊，还有五分钟。要小心一点，包包，包包可以丢了。Slido 在这里的 Slido 没有，现场有 QR code 可以扫，旁边有个海报，不是海报啊 ，A4 的，小小的，就再提一下这件事。跟下面都已经整个爆掉了，对，一定要叫 Uber， 肯定要叫 Uber。
什么？我说那个 Q&A 啊。嗯。因为有 slide 所以主持人应该就不用上，讲者都自己在那边念。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的 slide 在哪边？在这里啊。对，这是另一个。但是。等一下就会有人问，就会说出来。好 ，OK。是。介绍，会不会自己介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说是参加参与社群，他参与太多了。他没有参与国际社群。国际社群可以随便。新手村。好，大家午安。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慢慢准备开始。那今天天气很热，然后刚才下面就是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买午餐，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饱，然后辛苦了，就是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很多精彩的议程。那我们这一个场次是开源新手村，那下午呢我们一样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那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 Max 黄，那还要帮我们分享的是就是国际社群国际开源社群参与的经验谈。那 Max 他参与非常多就是国际的开源社群啊，包括OpenSUSE 啊等等的。那我想我就孤陋寡闻的我就不多说太多，就请 Max 帮我们介绍然后开始今天的议程。那也顺便就是先宣传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场次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扫这个 Slido 的连结，可以直接进行发文。那我们在讨论的尾声，我们就会直接从上面然后进行 Q&A， 这样好，谢谢。你要自我介绍，罗格说你没有自我介绍。我要自我介绍，对，好，忘记自我介绍。好，我是 OCF 之前的实习生，就是我刚从 OCF 毕业，然后在 OCF 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开源新手村的一员，然后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挑战看看这个实习计划，就是如果你对开放文化跟开源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到旁边那边有一个很像国军的海报，有一个小小的海报，上面有一个 QR code，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实习计划，或者是就是问穿着这件 T 恤的人，外面也有 OCF 的摊位，就欢迎大家去参加这个实习计划，这样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社群也是有被 OCF 帮助啊，就是说有一些账务上或是其他的这些活动上的一些协助，所以蛮鼓励大家可以参加 OCF 的实习计划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聊就是
开源软体跟社群的一些关系，然后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国际社群，然后从国际社群参加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样子。那因为是新手村哦，不是像隔壁有很多是技术，我们今天都在聊说，哎，那我们到底 open source 跟这些 community 啊，或是这些所谓的国际社群带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然后我们就放轻松。那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用一些经验的方式，然后呢跟大家讲说，到时候如果各位要参与这些国际社群，或是从国际社群有没有什么样的 support 啊，或是什么好处啊、福利啊，对不对？像教育实习生，对不对？很多人对会可以参与东西嘛，算你出国，对哈、哦、，OK， 哎，对。对啊，就是 OCF 有一些 program 可以做这个事情哦。好，那第一个大家介绍我自己哦。OK， 这一份 slide， 今天大家唯一大家只要记得就是我这边有做一个导航子 bit.ly， 然后 slash sakana， sakana 是我的 ID 啦。然后今天的日期是2022-0730-2。好，所以大家只要记这一个网址，然后打开它，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简报。所以上面其实也帮各位整理很多相关性的连结，等一下各位就拿得到。所以今天唯一要记得就是这个。好，所以简报要拿到，应该是有 QR code 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还算好记的，就 BITLY， 然后 Sakana 2022-0730-2。OK， 好，对哈，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从这边来看就可以看这个社群的一些轨迹。其实一开始我在后面介绍，一开始我是参加 Study Area， 就是酷学员。那其实酷学员其实跟鸟哥的私房菜的房子大概有 90% 是重叠的，所以有时候那个头脑要切换，为什么？因为在酷学员跟鸟哥这两个定位是很不一样的。在鸟哥私房菜，鸟哥私房菜是新手讨论区，对不对？所以呢，你问一样的问题，也许你问的是期中考的考题，然后大家就直面上说，哦，这个你可能要怎么样？可是很奇怪哦，可是如果把它弄到 Study Area 的时候，大家都突然明白，哎，同样的问话呢，同样的一个发文，然后就有人说，你是来问题目的吗？你有看过 main page 吗？奇怪，你就发现这些人就有头脑错乱，对不对？就切到不同的发那个 follow 的时候，做法就不一样。那等一下再讲，因为我自己是 open source 的 user， 所以呢，我就有参加 open source 的一些台湾社群的组织，然后后面会聊一下，就是我们有去组织就是 open source Asia 的 commit。那其实我也是 co-founder，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跟北京的一个 Simon 学，然后我们就跑去欧洲参加 Open Source Conference， 然后跟 Open Source 报说，为什么你们到欧洲都有这个这么大的会，然后可以去参加啊？为什么亚洲都没有这样子？然后 Open Source 报就说，对，想想也是哦。然后他就回一个答案，我觉得很爽，他就说 ，Why not？ 你们想办就办啊！哇，真的吗？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办起来。其实，Open Source Asia 其实。去年跟今年都用 online 模式，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好，但是也这样也办了十几年了，对。然后现在因为后面的一些职业跟兴趣的转换，然后就有参加像 GDC Cloud 台北啊，还有 AWS Research Group， 就去搞云端的东西。那还有去弄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在弄低端的机器的时候，还弄 VMware， 所以要去参加 VMware Research Group， 然后没有提到。好。然后所以工商一下，就是说在 Facebook 有很多粉丝用，就是你可以搜寻 Study Area 或是 GDC Cloud 台北，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活动，如果后面有些活动的话，那就很建议大家来参加哈。OK， 好，那这个题上有讲过，就是我其实参加社群，第一次参加社群活动是2003年，糟糕，这样会步入年纪之类的，这一想哇，天哪，到明年因为以虚年来讲，就已经快二十年了。对，快二十年。那为什么鼓励大家去参加社群活动？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当你加入社群的时候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哪个私房菜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加入社群，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因为那些在书上出现的人，对不对？就是左边是立面，中间是妹妹，然后右边是鸟哥，然后就是在社群就会出现。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交流，说，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写。Go 啊，写 Java 啊，写 PHP 书，然后就你就突然看了，然后你就你这个书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懂的？其实你发现加社群有个好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算是很 friendly 的，对，就是比如说他在论坛上，他可能会对你怎样很严厉，对不对？见到实体面说，欧叔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他在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怎样的？他不会像在论坛上，对不对？对不对？这么的直接，对，我也不会哈。那我有时候开玩笑，所以第一个。非常建议各位实体上交流，为什么？因为这些所谓的大大近在咫尺。好，那第二个概念是这样，第二个概念是说，有些人就问说，那为什么要参加开源的社群？好 ，open source。那
可是我的想法其实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刚才跟各位报告过，我是那个 OpenSUSE Linux 的使用者，对不对？可是我的 notebook 是 Mac 啊，对不对？好、哦，那其实也不是我不用 Windows 啊，因为我在公司是发配 Windows 的笔电，但是我现在在公司是怎么做？我是 Windows 笔电，然后我在里面装那个 WSL， 我在里面装 Linux， 所以我所有的这环境就是在 Windows 里面，就是那台 Windows 就是我的一个壳这样子，对。然后我在里面跑 VS Code 啊，跑容器啊，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很好容器。可是对我来讲，我当初参加所谓的开源社群 Open Source 的东西，其实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希望多一个选择。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我真的很，我想在这边停留一下下，就是说 ，open source 或商业软体，你真的在乎吗？其实好用就好，对不对？就我真的觉得好用就好，对不对？我还是用 Mac， 我不是说，我用 Linux 我就不用 Mac， 或者我就不用 Linux， 还好但是至少说，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多选择可以做。如果现在只有一种方案可以做，你就可能会受限 ，OK。然后提到说，那为什么要参加国际社群？那我想问一下一件事情，各位在场很多都是 Windows 的使用者，对不对？好，那 Windows 的使用者，难道全世界只有台湾会用 Windows 吗？其实不会啊，对不对？印度也用 Windows 啊，欧洲也用 Windows 啊，美国也用 Windows，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在用的东西，其实全世界都在用啊，反而反过来，各位是非常稀有的种族，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用的是繁体中文，各位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繁体中文是多么困难的一个东西啊、哦，什么 CJK 啊、拼音啊，然后有些大部分都是英语系国家，然后其他他在那边没什么事情，但是在这边就是比如说像输入法，对不对？或是说一些东西，他就会在繁体中文，你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参与国际社群？我是 OpenSUSE 使用者。那日本就要问这个使用者，我就到日本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日本的社群交流说，那你们这边的预测是给我大概怎么样？然后呢，当你开始组织一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全部人都穿OpenSUSE的那个会，这是在印尼办活动。你平常可能在你的身边里面大概只有三个、五个、十个人要OpenSUSE，但是你可能到印尼，然后你发现他一个很大的预测是国本，然后他们一个办年会就到500个，就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平常在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差别这样子，不管你用的是OpenSUSE什么样的技术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在这边，我这两年我会再插一个简报，就是说，可能今天进来的有些人是跟 IT 相关的，因为 CrossCup 或者怎么样，不管你是个 user 或是你是个 developer 还是其他的，那其实如果你想到 IT 的话，你大概我先把 developer 先消掉的话，如果 IT 的印发出来，你会想到什么？OS 你可能 Server 你可能像 Windows 跟 Linux 你可能都知道，然后 Desktop 主机一样，对，再加一个 Mac。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虚拟化，然后早期一开始主机可能很虚拟化，什么 VMware 啊、 OpenStack 啊、 Zen 啊、 KVM， 然后到后面可能会有开始做 Containerize， 那你就会发现说，比如说商业化是 Dark， 然后呢在开源的可能就有 Mobi 或是 Podman， 然后呢商业化可能是 OpenShift， 但是呢它自己就有开源叫 OKD 啊。那 Kubernetes 一样，它是一个，它也算是开源计划，然后呢，可能有些商业，但是又开源，而且比如说像天竺，这是 VMware 的计划这样。那再者来讲，像云端，好像 Azure 啊、GCP，好，还有那个 AWS 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说，你这些碰到的东西，有些东西你们看到商业公司，它会把它适当的开源，对不对？就是自己玩的时候呢，在熟悉，你对很多新东西有兴趣，比如说你就可以先，我先随便讲，比如说玩 Podman， 对不对？玩天竺。然后等到时候呢，可能在商业上使用，可能像比如说像 Rancher 啊、 OpenShift， 甚至呢摆到什么云端上来用，对吧？好，那你就会发现说，这样想想好像怎么样，好像说一开始有些东西，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单纯想要针对某一些理由这样来去做一些研究，比如说 Study Area， 只要是有可以学习的题目，LibreOffice 啊，然后程式啊，巴拉巴拉，大家就可以邀请。好、我记得之前在 host 的 study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办年会，那年会的男朋友说，你们赞助商是微软，我说对啊，有何不可，对不对？我还希望他赞助我 Xbox， 只要他来的时候讲的是技术，讲的是 study， 如果应该叫 study area， 对，他不叫 open source area 之类的。OK， 那开始进行一些像 open source Taiwan 的，你就发现这个这样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边都是 Facebook，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大家给各位 link， 大家可以去加入，所以你就发现，
OpenSUSE 的台湾，其实我们这两年 OpenSUSE 台湾的社群，其实感谢 OpenSUSE 的帮忙，其实之前帮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因为 COVID-19 的关系，不然我们之前哦，好像从2018年开始，我们是每个月都有办 workshop， 连续办了三年多。对，但是 COVID-19 我们这个不太敢了。但是我们现在有计划到下个月或下个月，现在都可以亲自跟大家面对面 in person，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计划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线上，或是说回入到 in person 的一些活动这样。那接下来你会看到有什么？你可以想玩容器啊 ，container 啊 ，DevOps 啊 ，VMware 啊 ，Cloud Native 啊，对不对 ？Kubernetes 啊 ，Azure 或是 AWS 或 Google。你会发现说，用玩事情好处是什么？第一个，你会发现说，原来有兴趣的东西在商业化的厂子里面，在 open source 的厂子里面，就是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去。啊，这边我 link 都有做了，就是如果你有兴趣，你到时候就把这个 link 打开，就打开到，他们家的社群的那个粉丝页 ，OK， 好，好哦。然后呢，那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说，那为什么参加社群？我大概就几件事，第一个技能 up。其实实务上，我们现在在公司啊，在管理职务的时候，我们都，这边不好意思，我替你调查一下，请问你是学生，那我知道一下吗？好，谢谢。其实我在公司，我们现在都会有，我们现在都有开缺，然后就是会准备要应征新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应征新人的时候，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跟云端有关，是云端课，对。然后我说啊，怎么办？学生到时候要就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大学四年感觉很可怕，或是研究所两年可能很可怕，为什么？因为感觉来公司的时候呢，他要会 Git， 要会云端，要会 Linux， 对不对？然后要会什么？就是一大堆什么Terraform 啊，什么一大堆，我就想说，到底这四年要怎么分？就是怎么样分配，可以分配到说要会 Linux， 要会云端，要会 Git， 要会虚拟化，要会容器，对不对？其实现在还好，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招人进来，就是说只要你有那个想要学习的那个动机，对不对？我们就是只要你 Linux 会，我的话只要是你 Linux 会，我们就从头带到尾。为什么？至少你要 Linux 会了哈。先讲一下为什么你要 Linux 会，因为在云端很少开 Windows， 因为 Windows 太贵了，授权的关系。好，所以呢，在那云端会就是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些交换心得，然后你会发现那边有很多 tips， 然后甚至你可以线上做一些练习。那现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要做到一件事，就是各位一定要斜杠，真的要斜杠。你以前那个 job 的 JD 啊，就 job description 啊，比如说我找 Linux 对不对？好 ，offer 也许就可以找得到。现在你去10411去逛一下，对不对？我找一个东西，好像不太够，对不对？等下有程式高手在那边，就是至少你要学会再加上任意语言，对吧？你就非常完了，真的是。现在就是，但是好处是什么？好处现在是社群很多，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好的这些技能的加持。那参与的社群就像这些，就是 OpenSUSE 是我使用的 Linux， 然后它得到就是我惯用使用桌面。那我有使用过，我有玩过 VMware， 所以我就去参加 VMware Resource Group。然后现在玩云端就会去参加AWS 跟 Google 的社群这样子。你说那参加社群有什么好处？简单来讲，我会先讲说，请你用你最舒服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有些人这样很喜欢做报告，有些人很喜欢写 code， 对不对？那请你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是可以做 translator， 他做翻译做得很开心；有些人组织活动很开心；有些人就研究技术，然后来分享就很开心。那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情。OK， 那我每次这张简报常常被我太骂。我说这个东西，现在年轻人怎么知道什么是钢之炼金术师？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只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所做的事一定会有获得，那就是你用时间来换，只是你怎么去换这些东西。好，那等一下我跟大家讲个 tips。所以呢，怎么样参加国际的社群？很多国际社群在我刚才看到那时代的当地都会有什么 local 的 resource group， 对不对？所以呢，请第一件事情，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看什么兴趣呢？请加入社群的志工，或是刚才我讲，你看不做 Facebook 吗？就加进来看大家讨论什么，对不对？那帮忙推，对不对？帮顶。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比方说聊天聊家，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在做这些东西有些心得的话，然后呢，建议各位啥，可以养成写部落格的习惯，这以后对各位出国有帮助，对不对？怎么出国？还有什么协助方案也是有很好的点。OK， 好，那假设你是 OpenSUSE 的使用者，那这个其实欧洲跟亚洲都有会议，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一些国际社群，它本身会有 Travel Support。
然后这个 Chatbot Support 啊，这都有 link 哦，点进去。这 Chatbot Support 就是你可以去说，我想要去参加 Open Source Asia 的会议，对不对？我想要分享说，在我们学校我们怎么推 Open Source。就算是 Open Source Asia 的会议，也不一定是说你只能讲 Open Source， 你只要讲开源都可以。所以呢，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拿这个 Chatbot Support 去参加会议。当然，跟那欧洲跟亚洲一样有会议，它一样有 Chatbot Support。好，各个国际社群大部分都有这种机制哦。好，然后呢，有一点要跟大家讲，请尝试一下提高你的辨识率。对，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刚刚他这个群的大楼队的这个网站，知道吗？去加一下，因为这个加一下就是像 WordPress 啊，什么 WordPress 啊，你们现在什么 GitHub 啊，有一些网站，它其实都会去引用这个大楼贴，只要你登录的 email 是那一个，你出现那个头像就是同一个。大家可能不认识你，可能就对你的头像怎样很眼熟，或是 ID 很眼熟。其实 ID 很重要，你知道吗？ID 真的很重要。我刚才讲说，我刚才不是有些短网址嘛，对不对？我那个短网址就是我在论坛上的 ID， 那 ID 叫 Sakana 是日文，它是鱼的意思，因为我之前也蛮喜欢养鱼的，而现在还是有在养哦。那我们常开个玩笑，就是在论坛上面问题，你的 ID 要雌雄莫辨，你知道吗？什么叫你的 ID 要雌雄莫辨？你的 ID 如果是 John 或是什么 JH 黄这种，对不对？这种 ID， 你在问题的时候呢，一看就很难的啊。现在怎样？门票就看不够，是不是还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是对，如果你的 ID 是这种傻看男，你分不清男女的，然后你再来下个农药，对，就说，我这个问题真的，我真的很紧张，我现在很赶，对不对？小妹跪求，然后然后就会拿原子马上帮你附上来，说，你只要执行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我这里有我 line 还是我的 Discord， 对不对？马上就，对不对？所以这个。提高辨识率，然后呢？其实现在很多像格纳 Open Source 或是很多这些社群，它都有类似像 Plane 这种机制。Plane 机制就是说，那全球的这些使用者，他会把他部落格的 RSS 就是放在同一个地方。你看，就是大的，这是 Alan Day， 有没有？那你管他的，反正你弄个大头照，对不对？然后写部落格 RSS 还是放上去，然后有的是 PR， 有的是 RSS 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 po 上去嘛。那 po 上去的时候，外国人就一直看着你，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去申请 Chatbot Support 说，这张脸，这个 ID 我看过，对不对？哦 ，P 点 P 给他，哦 ，P 给他，哦。然后 Open Source 的话呢，它也可以写语系，哦，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哦，就有看 Chinese 台湾，对吧？哦，好，那。我的大头照，我就先把它关起来。好，我们是理例行的。好，所以呢，你要在国际社群，你刚开始，你可以去申请一些 Chatbot Support 怎么样？可是你刚开始，你想说，糟糕，可是我好像不是那种高大上的讲者啊，对不对？怎么办？那其实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学生去申请 Chatbot Support， 就有比较高的几率。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Cost Club 也有 Lightning Talk， 对不对？好，请问今年 Cost Club Lightning Talk 多久？今年很厉害了，我今年听说好像只有三分钟，是不是？对啊，一般的应该是五到十分钟，对，三分钟太棒了，三分钟你就是讲者了，你知道吗？好吧，那这个就比如说我第一次尝试是五分钟讲 Lightning Talk， 就是格拉利这个在台湾的状况，所以五分钟你才上了五分钟，你就有可能拿到一张飞机票，对不对？所以你以为要做什么事情呢？把你能翻译的英文都翻译成一张简报，对不对？然后上去就上去，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干嘛呢，上去念英文，然后接下来就保持尴尬礼貌的微笑，然后就跟他回首，对不对？五分钟到了，就搞定了，对吧 ？OK， 好，到了吗？到了吗？剩八分钟，我还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小测验，对不对？就是什么 QA test 啊，因为是作为，这好像可以耶，怎么办？所以零二年的时候就说一声，那不然这样好了，那来当正式讲者好，来顺便组织一下活动，对不对？所以那时候零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香港办了港澳，就是香港的第一届的港澳一下。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并没有很多，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也是那个 Star Area 的那个算是 host， 就是你们空间在办活动这样子。那我跟各位讲哦，就是你在办活动的时候啊，因为你是社群啊，这个我们也在外面是 A 小这样讲哦，我们是 community， 不是 company， 对不对？了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很多那个刚进来那个志工人说，我们在办活动，你要多少人？哦。
哦，史黛瑞亚是这样子的，只要我们来的来宾有两个人，我就打掉了。啊，为什么是两个人？因为我们曾经来最少的就是两个人，你只要不要别比那个更低，对不对？我们就成功了。因为也是寒流来啊，就只有两个啊，工作人员就很多。那史黛瑞很有趣，史黛瑞其实办活动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技术，不是为了分享技术，是为了会要吃饭。所以呢，今天是两点到五点，我跟你讲。除了那个要主持的人会在这边，有些人可能就五点要结束，对不对？他可能四点半才来说，哎、欸，结束了吗？结束吧，等一下去哪里吃饭，对不对？哦 ，OK， 好，所以呢，哎、欸，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去主持的东西，或是带一些东西哈、哦。那零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哎、欸，你可以想象是跨点，什么叫跨点呢？就像，哎、欸，这样讲会被打、欸。我跟你说，像我们是格浪，我们是格浪微小，对不对？格浪微小既然是亚洲，那我就想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情呢？假设我在香港办的，那我明年可不可以去什么韩国来办，对不对？换个地方嘛。啊，假设你们都是学生，今年 A 学校，明年 B 学校。好，所以呢，哎，我们又搞了一个韩国的会。好，然后呢，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哎，没去欧洲参加会议过，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很认真的、很勇敢的在审议一个 talk。很好玩，就是那个弗兰克在上面，在下面，我就投一个题目，就说，哎、欸，那个我们台湾呢、啊、有个东西叫 Easy Go， 哦，还有 OSAC， 我说，哎、欸，台湾怎么在学校？你看简报在这里啊，台湾怎么在学校推动自由软体？你看我不是核心人员，你知道，我只是那边打旁边打酱油的，就是我就敢讲这些东西，然后我就骗到去 Saloniki， 那就是这个在希腊。就是希腊，然后呢，也去吃正宗的披萨。哎，不是啊，我是说去那边就跟他讲说，在教育、欸。可是你去分享之后，你就发现说，台湾的这些情境真的很有趣，教育情境在使用 Open Source 真的很有趣，因为台湾人会想些有的没有，不是想些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 iTech 的那种广播软体，他们在设计这个，他们就想说，哎、欸，这个大概就是小教室，有三五十个。可是你发现有那种大学一两百人教授来做广播啊、哦、之类的哦，那这个跟你就无关了，就是说哎、欸、你可以教一些东西。然后同年对也就报了一个欧洲的会嘛，那就顺便报另外一个欧洲会，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在那个 Bono 在捷克讲什么讲说哎、欸、怎么去办那个 Grand Asia， 慢慢踩坑踩坑越踩越大哦啊，这是这样，就是在挂带壳这样子。然后就想说，韩国也去了，香港也去了，那咱们来北京吧。哦，是要去北京。哦，那时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我有一次好像是在啊，等下重庆。然后2014年的时候，就是说第一届的 Open Source Asia， 哎，格隆小红办得起来，它只是桌面哎，那桌面讲可不可以？试试看，就去参加那个刚那个欧洲会，就跟 Open Source 说，哎，我想要办亚洲会，哎，可不可以？他想说可以啊，去啊。然后其实说真的，办这个会工作人其实不会超过20个，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去局限你自己，那就试试看嘛，那没有规模的问题。OK， 然后呢，接下来前进到印尼去，反正乐趣就是说，哎，今年这个地方办起来，然后下年赶快找看看，赶快。不是抓交替了，是赶快找一个有没有大家有兴趣的人，哎、欸，来用这些资源这样子。好，然后呢，还有日本，哦，那印尼是真的很热情，他们就是东南亚办，那边是也办这样子。好，那时候是最好的，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日本办 Open Source Asia， 然后呢，哎、欸，格浪也办的 ，Open Source 也办的，那我们就想了，我们，然后2017年是在重庆。那我就想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这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光，就是这是在日本的 Open Source Asia， 然后我去搞 Lightning Talk， 在日本办 Lightning Talk， 你用什么语言讲？可是他就是在面说五分钟，对不对？五到十分钟，人生第一次 Hajimete 的那个日文的 Lightning Talk。我说：“哎、欸，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我想要把我参与的跟办的一起把它弄起来，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想办法把它搞起来。然后后来就是 COVID-19 的啦，就是所以COVID-19 就是全部都线上。然后最近是刚好就有办那个 Google I/O Extended 的。好 ，OK， 好，等下剩三分钟 ，Q 就差不多了哈。所以最后的最后，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讲一些经验啊，讲一些做法，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 checkpoint， 好，有 checkpoint， 就是说，哎，那我觉得还是要各位、啊，因为刚刚有看到嘛，一开始我可能是玩作业系统，对不对？然后后来可能然后搞一些像 VMware 啊、容器啊、蒙宝云，对不对？所以你就有好像一个养成的长那个成长树。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后面你还是要，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质疑啊？你其实可以对应到什么？你最可以对应到说，哎，那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放到你自己的领域？哦、还有就是说，哎、欸，各位有没有做一件事？我以前有做一件事，然后现在是把它放在 GitHub 上面。我以前有用一个 Excel 表，然后去记录自己的大四年表，就是我哪一年参与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演讲是什么。好、哦，那各位知道 GitHub 吗？对不对？所以呢，也许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像这样，你在 GitHub 上面呢，你就可以帮自己做一个 repo， 然后它上面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格式，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相关东西把它整理起来。我建议各位，因为你有做这件事，你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以后你在是写履历的时候比较好抄，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嘛，对不对？对啊。好 ，OK。然后，哎，这真的是这个。然后这个我真的很推。有一个工具叫做 Clarkify， 以前有一个叫 T-Sheets， 好。那这个是一个类似像打卡的网站，他说他终身免费。好，他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没有直接串我的那个，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其实我个人给我自己的要求是，我下班之后一个礼拜要念七个小时的书。好，一个礼拜要念七个小时，不管是那七个小时是什么，对，就是参与申请也算了，或者怎么样 ，OK。所以第二件事，这件事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研究所啊，就是比如说在带那个研一的学弟在看论文的时候，那学弟说啊、哦，没有时间看论文啊，作业很多啊，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说没有关系。当你要看论文的时候，你就按这个按钮说，哎，我在看论文，对不对？哎，看论文的时候就按回来，啊、哦，大家就发现说，原来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看论文，对不对？哦，所以搭配一些好的工具就是说。其实你好像很多时间都放在 Facebook 了，我讲真的，就是在闲晃，然后再看一些什么轻小说啊，什么什么，然后最近有什么 Data Lawyer 啊，也很好看啊，对不对？什么非常律师也很好看啊，对不对？然后你都把那个时间不小心就算到 Study 上面去了，对不对？哈，所以这这个就是说，哎，盘点你自己，然后呢，建议是用一些工具把时间算起来，啊，那你就知道说，哎，你到底参与多少的社群。有啦，我们这个都刚刚好的，对。好，那谢谢大家。我要移到史莱德，对不对？好，哎、欸，对，好。第一个蔡博士，相对主要商业的有哪些量化指标是开发者需要应公共力？那其实如果你是开发者的话，其实还好，只是你工作语言就可以，然后就是很像那个更有没有 show me the call， 对。真的 ，show me the call， 嘿 ，end message， 这样就可以了，嘿，哎，就可以，这真的这个，建议放真人照片吗？我就是放真人照片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哦、我们要做到跟上时事，我们又不是林志颖，对不对？哈，哎，还是什么金城武，对不对？哈，我常常看 Rock 的照片，对不对 ？Rock 照片每次那个什么，只要是什么天女鬼节什么，都会有新的造型，我都可以 reference 他，好，啊，英文的沟通能力真的没有那么。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为什么？因为当你去接触的摄影人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有时候有些那种印度 Q， 对，哎，嘿 bro， 没啊这个冠军，啊，我发的冠军都有冠军，哎，你就有字幕会方式，你用刚刚打的用 snake 就好了，你就不一定要讲的嘛 ，OK 的，非公开背景上课出现也是适合啊，我研究者以前我是。读国际贸易科，研究所之后才是换成那个就是资讯管理所。嘿，有没有顺理成章？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呢 ？We are community, not a company。所以很多东西就很简单，就 nice to have 不是 must to have。你不要背负那种说，我就达成两百活动没有啊，我就两个人来就好了啊。啊，忙就不做啊，对不对？想做的时候再做。我觉得社群有个东西很棒，是说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怎样做事情，然后你要 stepping down， 就是你不做了，没有人可以说不对。然后
如果是这样，我当时这边有个 comment， 就是其实建议大家什么？建议大家就是 fun and share， 你是有乐趣来做这件事情的。嘿，还有吗？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嘿，嘿，谢谢，谢谢。谢谢 Max， 然后谢谢大家的踊跃提问。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可以欢迎来继续找 Max 聊聊。那我们十分钟后回来。不是啊，你去按那个就好了。不行的话，用一点。可以的。